我今仔日吼，咱即马目前几项上重要工作，需要积极赶紧来推动啦吼。咁咧第一项重要工作吼，补偿今年要到，哦，即钱要安怎会当真紧的时间内底，我都来发觉讲袂手尔咧吼。我伫县政府的时阵，已经做出几点的裁决，有做出几点的裁决，就是讲二月初六，今仔初三咯吼，今仔初三。二月七日，我第一批就爱一定爱发出去了。吼、哦，你有偌济资料来，阮送去到中央，中央来会定落来。吼、哦，二月七日第一批就爱发出去。吼、哦，这第一点。吼、哦，第二点，第二批到二月十一日，确定的全数拢发出，也阁无确定，也阁无确定。吼、哦，为也无确定是讲，啊，你资料都也阁无齐啦。资料又齐全，或者是讲因为案件是阮送去吼，啊也无法度通去核定落来，跩案件，跩案件，嘛袂使讲也无核定明确，就像啊拢无法子哩。我要求讲爱克服困难，吼、哦、至少咱来发六成落去。我阮有先来试算，试算了也无明确进程，二月十一日第二批爱发六成落去。我会调向这个目标吼、哦、来努力，这是补偿费的部分。伫遮嘛，要拜托咱西部龙吼，恁一定要配合，赶紧来申报，很重要。咱的牛场吼，爱清理，爱消毒，如今清理，如今消毒，咱要会当防疫的机会，当然就愈快吼，愈大个吼。啊，所以这部分吼，拜托大家一定要配合吼。其实现在儿童的最大的困难点是在于说，第一个，我可能常面临管制之后，我在清场消毒的这段时间到申请复原这段时间，他可能面临就是他没有收入，这是一个很目前的地方。第二点就是他的那个恢复金额的额资来源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的额都被扑杀掉了，包括总额也一样。那额资的这个部分的来源，因为我们协会一直在请中央那边协助，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再尽快的，让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静养状态？这样子，这是很大的两个困难。